万尺木造空间玩得分。哇，咁大个游乐场，小朋友见到实开心死啦！呢度系边处嚟噶？咪就系全新嘅幼儿中心 BB 家庭咯。过万尺嘅空间，放满由英国订翻嚟嘅教具同玩具。中心总监 Jenny 认为，要培养小朋友唔使夹硬嚟噶，有日常生活中边玩边学先至最有效。好似呢一个大三角，三面都系镜面，可以俾三岁以下嘅小朋友由镜入边嘅影像认识自己，帮小朋友学习手脚协调。呢幅小型攀石墙就啱晒啦！哇吓哇吓，又可以俾小朋友发挥创意，同其他小朋友一齐玩，适应咗群体生活，翻学自然唔使爹哋妈咪担心啦。